唉，好猛啊！梳头又打倾，啲发质又差又黄，连啲皮肤都干燥绷紧啊！究竟点算好啊？我朋友咧就教我做氯气测试，原来好简单噶咋。首先咧准备两个胶杯，右边呢一杯咧，我首先揾两只手指搅佢十秒，然后咧每杯水滴三滴。再摇下佢，哇！分别劲大啊！你睇我右边呢一杯黄揿揿噶，而左边呢一杯咧，仲系好清澈透明噶。啲氯气咧，俾我啲手指吸晒，怪唔得我啲皮肤同头发都咁干啦。等我上网揾下资料，睇下边一只冲凉系统最好用先。唉，等咗咁耐，终于收到啦！呢个 Apple Pro GS 680冇容器，好打开睇下啲咩先。哇，有个彩色嘅说明书，睇下难唔难装，都好容易装啫喎，三个 step 就做到咯喎。呢个 Apple Pro GS 680沐浴器同其他冲凉系统有咩唔同呢？它是全台湾最大滤水厂生产制造，里面用食品级日本亚硫酸钙过滤氯气，是最有效的热水冲凉除氯气的方法。还不单止是这样啊，还有远红外线陶瓷珠果粒。那远红外线又是什么来的呢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细胞之间的带氧量，提高免疫力系统。而这个产品就可以令水分子变小，深入头发，带走毛发的角质层，令到头发更坚硬更有活力，皮肤肌肉达至放松的状态。之前原来一边冲一边就好像在毒气房咁，想想都觉得好得人惊啊！我现在用了短短一个星期，最大的感觉就是甩少了头发啊，发质强而有力，皮肤摸落仲光滑了很多添啊！冇以前咁咧，冲完凉之后咧干真真，第一时间就想用护肤品啦。而家咧冲完嘅凉个感觉咧就好 relax， 好放松，就好似做完 SPA 咁样。